嗨，大家好，我刚刚接了个电话哈，老豆了，是我一个就是同事，认识能有十几年时间了吧，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参加工作认识的同事，然后一直有联系，就是联系的不多，偶尔联系。他之前跟我借过钱，然后今天呢就刚刚给我打电话又问我借钱，他跟我借这次，哇，就是太搞笑了，跟我借5000块钱，借五千块钱，然后他说他要分期还。分1年12个月，1个月还400元，我都不知道这话他是怎么想的，怎么说那么恐怖。以前跟我借钱，我借给他之后，然后他本来说，哎，等那个等开工资就还我。后来呢，结果就开工资开了几个月工资了，也没信儿。完，我就跟他要了好几次，才那啥，才把这钱要回来。而且今天又打电话问我借钱，你在干啥呀？我在看那个直播。你从回来就开始看，现在已经几个点了，已经看了多长时间了？看怎么了？你小眼熟是吧？你看怎么了？你没完没了了，你天天这样，我就没有。别烦我！别闹！就我在看料，看料，看别什么烦我！料？再买，我就踹你！你要不这不就弄死你？哎呀！你家暴啊！打我！打我！哎呀！哎呀妈！脑子撞坏！哎呀！快点的，不如我看了，不用给我看了。哎呀，你打的腿！哎呀！啥？像不像个猴？像什么猴？可以做查验。我看你像个猴。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什么事？就是我以前那同事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同事，跟我借钱那个，他今天又来跟我借钱。就那次我借给他钱，完后来要挺长时间才要回来，他今天又来跟我借钱，借钱完了还说，你都猜出来他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我都觉得太搞笑了。嗯。说借5000块钱，然后那个分期付款，分12个月还，1个月还400多，逗死我！借，借。上回借你记不记得都好长时间，到日子他没给，后来我要他又不给。你看这种人不借，什么人都有，这次不用再打。他老给我发微信。你不用理他，删。那样好吗？给删。怎么不好？删。就这样人，你留他干什么？我饭做好了，你赶紧起来吃饭吧。不起来。怎么不起来？你搁床上，就搁床上吃。我准备床上睡，床上睡，床上吃，看看咱俩谁怕谁。哈哈。你怎么养膘呗？意思？得一套，能吃能睡，活着不累。你现在已经膘肥体壮了，不用再养了。我现在叫哪叫膘肥体壮？我现在属于分外。你快吃饭吧，客人。我要搁床上吃饭。我是不是收拾你？我是不是等？你看干啥？哎呀！